玩家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，我是宝儿。不知道玩家们有没有玩过《暗龙纪元》这一款游戏呢？这一款强大动作游戏新作品在11月就要登场咯，而且从释出的影片看来，这次好像可以单人多四 P 耶，超级酷的，赶快一起来看一看啊！暗龙纪元异端审判又有新情报画面咯，由知名 YouTube 影音创作频道者 RichYY 所公布的实际游戏画面中，大家可以看出开发中的 PC 效能与游戏中华丽的战斗效果，新的游戏场景更是令人惊艳，并可以操纵四位角色一起闯关。暗龙纪元异端审判是一款动作角色扮演游戏，故事描述大世界 Cydes 面临巨大灾难，而玩家领导各职业英雄小队展开冒险旅程。游戏里玩家们会在一个多区域的开放式世界中冒险，细细体会暗龙纪元所带来的游戏世界。游戏预计在11月18日于各平台上市，年底大家可是要留意一下荷包咯。